部落青年潜入海中的礁岩，发现海胆后用铁钩挖出，加上最近海水有些浑浊，增加潜水采石的困难度。在海底有没有阿旺？那都大妈姆大过来难弄，如来样咪，肯定不要让有牛杀对，难弄，非常差。哇，阿在海底。还是有哈、啊，还是有了嘛，灯都不敢过，那个阿塞，还不错了，就是老老，还是很多在里面，还是很多要潜下去看。嗯。南竹湖部落的丰年祭，今年切成为了敬老，每天必须上山下海采石，到了第四天，则必须集体到海边。进行训练跟传承传统生活的技能，采集到的食物都将作为部落族人共享午餐敬老之用。有许多比较年轻的年轻人对潜水的技艺不是很了解、很熟悉，所以请我们那个最年长的年轻人来带队，采取这个海边水中物。所谓的水中物，就是水中里面可以拿的全部都拿，来孝敬我们部落的耆老以及长辈头目，来给他们吃我们今天丰盛的午餐。南竹湖部落的丰年祭每年举行四天，在妈妈努嘎巴的带领下，族人踊跃参与，共同敬拜天神祖灵，传唱传统祭歌、祭舞跟部落祭文化。记者访问台东长滨采访报道。